是不是浙江娃？是，快些哦。哎，这么多人杀。就是。我们这边招聘的是高级的品酒师，不是清洁。哎呀，莫给我扯那些汪汪，我三嫂子喝了20多年了，那个也好酒酒啊，再拿给我添一口，我马上就跟你说全是啥子酒。哦，对头对头，哎，能吹能冲来五十杯。耶、yeah. 哎。那车子上有3杯酒，那您给品鉴一下。哎，这个酒不高档，50度。黑心二锅头。哦，对的，外面买的5块钱的。嗯注意点就是哈，哦，啥意思？嗯，金木水火土，搬起子门数。67度，数最老白干，10年古法原浆。嗯，结果就不然。哎，啥来着？82年，飞天茅台。53度，你把那瓶酒自己好好的吧。好酒。这个就那么叫房嘞？这是吧？这是吧？这是我们的陈年思念。如果您二位能尝出来，我获得高薪聘请。这盘就我的嘛，啷个？来，我来，我来。高蛋儿，这个就我啷们没喝过呀？耶，还有他妈个鬼呀！我来看看，就他妈的。是个猪娃儿，有21岁的样子，怀孕都有差不多1个月0-7天的样子了。从那个气质上看呢，还有相当严重的妇科炎症。嘿，不是，喝你妈半天，你们到底是要吗？不要啊？你信不信我再命他妈一口，我把娃儿老汉给你说出来？你还有事啊？还是先人得行的。那不是啥？